接下来下半场的表演呢，是由我们的团体组，我们由清华大学的，不要这样子嘛，清华大学的苏建如、欧伟廷、林继轩、庄元熙、李义贤带来的佛陀，我们掌声欢迎他们。好，那各位评审，然后各位观众，大家好。啊，我是小霸王。啊，我是阿璇。哎，我最旁边那个是 Michael，可是他没有麦克风，很可怜。对，然后前面的，好，我是小欧。哦，我是阿天。好。哦，好黑哦！我觉得看起来大家都是非洲人。好像人比较少了。囧了。好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带来的歌曲是《佛陀》，然后这首歌比较空灵一点，嗯，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样 ，OK 吗 ？OK。人的漩涡。
谢谢大家。